事实证明，这些决定让我有机会亲身经历世界两个大变更。我见证了20世纪最后25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它的和平崛起，以及由15个共和国组成的苏联在我眼前解体。而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，我其实也很荣幸的通过这个活动成为了刘老师镜头中的那个模特。祝贺我，应该说我现在如果还有一个身份是我是他的一个老爸，所以在这个里面对我特别特别替他开心。非常感谢刘香成先生对浦东美术馆的支持。好，来5 4 3 2 1。我想借这个机会啊，首先要感谢大家。反正就是现在最好的，现在最好的。